起步跳出嚟最快咧，就落到我啲馬見到紅色冇嘅靠譜少爺啦，中間大力搶咧，就見到綠色馬嗰只綠色帽嗰只咧就華堂喜慶嚟嘅。開邊第三位就粉紅帽嘅特殊光啦，第四位咧見到上翻嚟咧，見到就係粉藍帽嘅太容易，暫時第五位嗰啲馬咧上翻嚟咧就係跟只黃色帽金威馬步啦。後少少嘅三隻馬咧見到係一樣美麗，同埋咧就係豪光之春巴薩美起步萬一萬集嘅豪光明月嚟嘅。好啦，轉緊五百米彎嘅時候，前面外檔數埋嚟咧，見到係特殊光啦。中間定翻住就華堂喜慶，內檔第三位咧，見到都幾好走勢，就太容易嚟嘅。再嚟四五個馬位先，都外檔黃色帽金威孖寶啦，轉出外檔衝黑色帽黃色眼罩嘅一樣美麗。內檔第六位就靠譜少爺啊，暫時見唔到鏡頭咧，就豪光之春同埋豪光明月兩隻馬嘅。好啦，到到嚟最後二百零米路程啊，前面外檔湧上嚟好走勢咧，就係咧就特殊光，裏面內檔第二位係咧就太容易，開邊外檔一對馬衝上嚟好勁嘅，就一樣美麗同埋咧金威孖寶。個鐘嘅時候啊，一樣美麗贏四集跑，第二名特殊光，第三名金威孖寶，第四名咧叫太容易。